因为
首先是教书，最近导赏，还有气不够就来的老师，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这个，你最起码上一级到两级，你会体会很多很多的东西。谢谢大家。我的幸运是七，我是阴历28号生的，一个月只有七，四个七，这是两个七，七个月。